个棒棒糖，哇，超爱吃。来，我们今天让它做一锅爆米花，这个油都挤进去，不要浪费。来，可以进行搅拌。哇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？来舔一口，嗯，太好吃了。来，开始搅拌搅拌。现在搅拌的意义真的不太大，因为温度还没有上来呢。好，我们放到加速。来，我们开始搅拌了啊。来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锅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的棒棒糖的爆米花啊，看一下会不会成功啊。然后不知道它是一个五颜六色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出彩色的。我小时候真的好爱吃这个糖，因为它真的超好吃，奶香味十足，就像咱们的爆米花一样。好，盖上盖子，来开始放锅。可以轻轻的晃晃锅啊，来关火。哎，开盖子，哇，太香了！噔噔噔，哇，太香了，好成功啊！